你说你现在就非得啊，你跟他打，你跟他闹，你撕破了他的脸皮，你不是把他往秦国带走吗？对呀，哎呀妈呀，你真是太有才了！马医生，我不回去的。好。我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。你说。您是怎么跟你太太相亲相爱的呀？这个问题嘛。我跟您的情况啊，有点类似。这个我太太她被加拿大公司派回大陆，担任家务代理。我呢，一个人在这儿留守。留守丈夫。哎呀，苦命人啊！我看你跟我是同病相怜嘛。不敢这么说。啊，你太太在中国的哪个城市啊？在珠海。我没时间跟你说了，我打电话，我找李先生。
胜利的好消息。